介绍所有到场的嘉宾，还请见谅，请大家在原地稍事休息，典礼即将开始。各位长官，各位来宾，现在时间是8:49，我们将于1分钟后进行部队整理，请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于原地稍事休息。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，现在时间是8:50，现在即将进行的是部队整理，请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于原地稍事休息。现在开始整理部队，立正！中央五为准，向中看去。向前看，向前。今年适逢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，为了感怀先贤先烈们伟大的付出与奉献，国防部特别结合年度汉光31号演习，借三军联合战力展示，其以壮盛军容、崭新的兵力，激励全国同胞发挥军民一心、艰苦卓绝的抗战精神，深化全民国防理念，确保国家安全。本次操演是由第三作战区那边陆军教育训练暨准则发展指挥部、陆军后勤指挥部、航空特战指挥部、海军舰队指挥部、陆战队指挥部、空军空中作战指挥部、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、宪兵指挥部、防空飞弹指挥部等单位所编成，由第三作战区指挥官任继南中将担任操演指挥官。各位长官及来宾，大家好，现在时间是8:52，我们即将进行的是恭迎统帅旗的仪程。统帅旗源自陆军军官学校校旗，为红底加国徽，民国17年以陆军军官学校校旗四周加上黄色边饰，成为国民政府主席旗，行宪后继续沿用为总统旗。民国75年实施陆海空军军旗条例，取代各项军旗相关法规后，改称统帅旗。各位长官、各位来宾，稍后进行隆重军礼及恭迎统帅旗仪程时，请配合操演指挥官的口令，文职军职人员请起立行举手礼，其余来宾请起立行注目礼，全体观礼人员请起立面向阅兵台。另外，当国旗车经过时，请全体嘉宾依接待人员的引导起立敬礼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恭迎统帅旗是依据中华民国军人礼节，适用于大阅或迎送军礼等严礼仪式之前后。待会统帅旗进场时，请各位来宾配合操演指挥官的口令动作，谢谢。